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。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有他的消息了吗？如果找不到他的话，你打算以后怎么办？只要我活着，我就会一直找下去。你真的很爱他。如果我还能牵起他的手，我绝不会放开，一辈子都不放开。我一直希望能够成为那个被你认可的伴侣，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。看看这个吧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在哪里找到他的？我现在是留守儿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，这些照片是从偏远山区寄过来的。我调查过了，他现在在这家留守儿童学校当义工，照片背面有他的地址。跟这些孩子在一起，无论有多么的不开心都会忘掉，可能他留在那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。放心去找嫂子，家里和公司交给我。谢了，兄弟。你真要一个人去吗？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，至少我可以在身边照顾你。建东，如果你再这么婆婆妈妈下去，我想你真的要去非洲上班了。朱保安，统统由我们照顾，你就放心吧，早点回来。把我的儿媳妇带回来。下面呢，你们就把自己的梦想写在这些卡片上，每天朝着自己的梦想努力，这些愿望就一定会实现，而且你们也都会变成天使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我能要一张卡片写下自己的愿望吗？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儿，解散吧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们不是都两清了吗？对不起。干嘛说对不起？你本来就没有错。回去吧，回到你自己的世界中，这里不属于你。我只想一个人安静的生活。小姐，上车吗？哦。
我帮你拿。谢谢啊。吴桐，等等我。小姐，上车了，赶紧的，走了。吴桐。坐好啊！行，没事的。咱们吃团圆饭了。哎呦，走走走。小童，妈妈，胡童，哎呀，这是胡童，赶紧送医院呐！快打电话！哎呀，啊，快，扶着他，好好好，陈伯，陈伯，陈伯，厉夫人的子宫内壁上长了一颗肿瘤，目前已经有5公分了。而且还会随着胎儿的发育不断增大。目前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快切除肿瘤，否则一旦生产的时候，胎儿和肿瘤一同挤压子宫，就会发生大出血，夫人就会有危险。但是如果切除肿瘤，孩子肯定保不住了。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？曾经有一个海外的案例，在胎儿出生的同时，在1分钟之内切除肿瘤，这样夫人可能还会有救。但是这么做风险实在太大了。那成功的几率有多少？1/1000。李总，我们几位可以说是全国妇产科的权威了。我们建议您还是忍痛舍弃这个孩子吧。是啊，李总。越早做手术对夫人越好，否则随着孩子长大不断挤压肿瘤，万一大出血，夫人的生命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。郑萌，郑萌，郑萌啊，爸，你们来了，我们刚刚到。李先生，您决定了吗？魏家。从父，嫁人从父，一切
还是由仲某来定吧。童童，别跑了，一身汗。来来来，快过来，奶奶给你擦擦啊。哎呦，你看看你啊。来来来，给他喝点饮料啊。喝点水啊，乖。嗯，真乖，来喝点水。哎呦，宝贝儿。哦。好好好。宝贝乖。来，去玩吧。彤彤，快过来。来，我们去找爸爸啊。哦，好。爸爸。爸爸。长得和梧桐真像。爸爸，我要抱抱妹妹。妹妹现在还小，长大了以后给你抱，好不好？来，亲她一下。嗯啊。哥，我们过去吧。嗯，走。哎呀，志宁啊，要是没有梧桐的话，我们哪有今天这个家呀？啊！只可惜啊，我们没有早一点理解这孩子的心意。嗯，妈。一切都还不算太晚。彤彤，妈妈。妈妈。回去回去。妈妈。妈妈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，大家都在等妈妈。好的，我们走了。好了。快点儿，这么晚才来呀？啊？哎呀，妈，快坐下歇歇。让开。我们去买面包了。爸，来，哎呦，这么多花花，乖乖，乖，好了，快点，来，快来快来，大家快来，哎，一、二、三，你放弃飞翔的倔强，不痛，哪怕只剩下了寂寞。不痛，要给自己一个微笑，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，多闪耀。